嗨，大家好，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电视剧，它的名字叫做《都挺好》。这部电视剧是一部现代的电视剧，所以它的台词非常的生活化，很适合大家学习中文。这部剧可能会让你开心、大笑、生气、流泪，更可能会让你有更多的思考。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学生看过了这部电视剧，下面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我喜欢电视剧都挺好，因为我觉得那个电视剧很有趣，不仅特别好笑，而且很有意思。我明白苏家不是一般的家庭，都挺好的情况也不是普遍问题，因为都挺好是进感举，所以剧情里面有中国人的最大的心事，家庭不和谐。观看都挺好让我明白中国文化，看到中国人最大的心事是什么。他对提高我的口语表达能力非常有用，因为它很适合我现在的水平，而且内容也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不需要中文字幕，我也可以完全看懂。此外，它可以帮我了解如今一些中国人的家庭观。Awesome characters, great acting, and a very well-written storyline.我觉得苏达强是最有意思的人物，因为他其实有两个性格，例如他跟苏明哲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个气有人间，主要是因为他想搬家到美国或者买房子，但是他跟苏明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很烦人，什么都不想做。我觉得莉莉最有意思，因为她经常要处理苏家的问题，我经常觉得她很可怜。学习到了比较流行的中文口语词，比如说妈宝男，妈宝男 Mommy's boy， 都挺好。There was one metaphor that I found while watching the series that I though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打断了骨头，连接筋 and literally means something like, no matter how broken the bones are, they are still connected by the tendons. And I found that the meaning was metaphorically, no matter how much you fight within a relationship, it cannot be destroyed. So of course, within the family context of the series,No matter how much they fight within the family, you cannot separate the family ties. So 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fitting metaphor for the series.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父母不喜欢的孩子会感觉苦闷，这件事情最可能影响他们的余生。我认为父母应该在他们所有的孩子中看到积极的一面。种瓜的瓜，种豆的豆，孩子们是父母的产物，如果父母不给孩子们爱，孩子们也不可以给别的人爱，所以父母需要给都每个孩子们一样的爱。The one I'm currently watching, which is 小欢喜, this takes place in the school and revolves mainly around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高考 examination. Quite interesting topic also. You get to see a bit more detail into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我也很喜欢回吹灯，虽然中文有点难，可是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电视剧。最近我在看《欢乐颂》，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很有趣，这是现代的电视剧，也有很多集，
所以有很多机会学新的词和句子。我非常喜欢《后宫甄嬛传》，因为我爱中国历史。我想推荐《爸爸去哪儿》，还有那个《变形记》，这些节目都比较适合学习中文的学生。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虽然不是电视剧，但是美式作家王刚的视频特别有趣。我的命是王刚给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首先，我们把锅烧热。